好，各位记者、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哈。那首先跟大家报告哈，今天的确定病例有本土病例一名哈，那在台北市境外移入11名，那死亡个案一名。那本土的病例哈是，等于是一个16227，哦，他的一个接触者哈，也就是16227的妈妈了哈。那他在应该是9月10号住院的时候有检验过是阴性。然后后来16227要陪病，所以被验出来是阳性。那所以他在这个今天这个病例，哦，16251，那就再验过，那是阳性。好，那现在在隔离治疗中。